十二大侠赛金刚，一曲闯江湖，伴着沧海声声响，千年古老的传说流云，断荡几回你你们叫我大肚荣就行了，这里啊地形非常复杂，很容易迷路的。看来他真的不简单。大肚荣救命啊，这个路痴骗我说认识路，害得我有事情想问问追风。哎呀，完了，他要动手了。得换一口大点的锅喽。好吃啊！怎么回事啊？我说，咱不会错怪好人吧？相信我，没错的。他在干嘛？小虫子，快走啊！别让我伤害你啊！快走，快走！我怎么到树上去的呀？我猜你一定是梦游，把自己绑在树上了。相信我，没错的。这么瞎的谎话，谁信呢？原来我还会梦游啊，真好。外面这么冷，咱们呀还是快回去吧。怎么说什么他都信啊，哪有这么好的人，装的吧？装？我觉得不像，你看他连小虫子都不忍伤害，应该不是装的。哼，人心隔肚皮，这样是看不出来的。嘿嘿，是不是装好人，试试就知道了。霹雳虎，我有个好主意。不管伪装的多好，在一种东西面前都会露出本来面目。哦，是什么东西？嘿嘿，那就是钱。钱？霹雳虎，先拿个铜板试一下。哦，好的。看我发现了什么啊！他果然是装的，比我想的还要贪财。这么罕见的蘑菇居然长在自己家门口，真是太好了。、居然是蘑菇。怎么样，我就说他不是装的。哼，一定是那铜钱太小了，换个大点的。好吧。
他出来了。看见你了。他果然是。新鲜的野菜。什么声音啊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忍住，忍住，你也太背了，这样都被砸到。他肯定是嫌弃那个银锭太小了。如果有个更大的，有这个。你从哪儿拿出来的？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证明他是不是撞到。说的没错。谁呀？哇！终于找到你了！果然是装的。你真讨厌！合适了，太合适了。这个垫桌脚真是刚刚好啊！看吧，他果然是好人。哦，你们在呀？饭做好了，来吃吧。好嘞。哇！来啦！先尝尝这个，其他的呀，马上就好了。哇！真好吃，真好吃。这么吃东西可不行啊。可是我生下来就是这么吃东西的呀。吃啊，也是有讲究的，不要这么心急。来，让我慢慢教你们。讲究？什么讲究？不要急，不要急。美食啊，是要用心去体会的。用心体会。对对。现在呀，闭上眼睛，轻轻地咬下去。轻轻的，轻轻的。对。你会发现它的味道更加美味。哇，好像是有点不一样的感觉啊。这个呀只是个开始，让我们呢用心去感受美食中蕴藏的真谛。好吃。好吃就对了。健康烹炸出锅，样样都精通，你想吃什么只需说一声，只要你爱吃我就好开心，千万别忘了我叫大猪肉。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东西，感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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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像在做梦。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东西，感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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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像在做梦。好了好了，只要你们喜欢吃啊，就是我大肚荣最快乐的事情。哎呀，这是到哪儿了呀？没想到这荒山野岭也有灶火呀，虽然有点小。让我来帮你加把火吧。这个老头怎么飞着飞着不见人了？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难道老夫的这点法力在这儿失灵了吗？哎呦，再来几下，
嘿，哎呀，哎，这还得多来几下才能发挥作用啊！嗯，这火好奇怪呀！天选十二能者，任守护圣兽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哇，大肚荣，这是灶王爷啊，在为天庭选择十二圣兽的消息啊！这下我们是伙伴了。啊，伙伴？是啊，是啊，咱们一同赶往泰山。火石的事嘛，就指望你了。嗯，好是好，可是我走了，迷路的人怎么走出去呀？没关系。只要啊，咱们在树林中竖几个路牌，他们不就能找到走出树林的路了吗？啊，你说呢？啊，这样办也好。可是，哎，大肚荣，是吗？太好了，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，我们马上出发。追风，我怎么劝他都没用，你究竟跟他说了什么呀？嘿嘿。我和他说，泰山脚下的斋菜是天下一绝，要不要去尝尝？啊，这样也行。哈哈，相信我，没错的。哈哈，这下好了，一路上不愁没好吃的了。出发喽！哟吼！嘿！啊！哎呀！啊，柱子要倒了，大家快躲开！啊，完了！这下全完了！明天开始，分团团长就是你了。啊，真的吗？你怎么不叫醒我？他们呀，都走了，这以后都得靠我们自己喽。像你这样的大师，喝酒一定很厉害。三杯一上一大口，直接就倒海。像你这样的大师，手法一。一边竹棚勾又留着，这里守株待兔，扬长啸颈，对牛弹琴，一不小心大草皮车两人开始，都杀得激情了，下巴的树上快马加鞭，为了这。